听说你很会修鞋啊，有什么要求吗？把它给我改成凉鞋，要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哎，美女，打扰你一下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好啊，你把钱先拿着。我的裙子呢？裙子还是你的裙子啊，不过你多了100块钱，开心吗？开心。来，你看一下，够时尚吗？哎，挺时尚的呀。不过我怎么感觉是个女鞋呀？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只会修女鞋。什么？你只会修女鞋？那你给我搞回去，给我搞回去。不要吹了，这个能抢救。走路不要玩手机了。哎呦你妈！师傅，帮我把这鞋修一下。这鞋没问题啊，哪里不好了？一点都不防晒。这确实是个问题，交给我了。你等我一下。完美，来去试一下吧。李健，我的网呢？网在美女脚上呢。啊？那我的鱼呢？鱼啊？哎，还剩下一点，来一起吃吧。味道还不错吧？还行。那收30不过分吗？啊？放心。